2007年的天天饮食，走自己的路，到处吃去吧，做自己的饭，让他们说去吧，吃自己的饭，让他们做去吧。天天饮食2007全新奉献，送您一道别具慧心的美味，送您一个奇思妙想的绝招，送您一次亲朋好友的相聚，天天饮食。天天饮食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董浩，我是陈小南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仍然和韩大嘴在一起，他主持，我们主持。对，在这之前呢，我要讲一个小小的故事，这是发生在意大利的一个故事。好、嗯，从前有一个意大利士兵，很能吃啊，嘴也大，当然仅次于我们的朋友韩大嘴啊。肚子也大啊，仅次于我的肚子啊，饭量很大。有一次呢，他突然要到前线上去打仗啊，就说他的爱人呢非常爱他，家里很穷，想给他做吃的，但是什么都没有了，怎么办呢？就把剩的什么面包啊、饼干啊、牛奶啊、芝士，一股脑的给他做了一种糕点，这就叫做提拉米苏。今天我们做的就叫做提拉米苏。介绍一下主料，介绍一下主要原料，有手指饼干、鸡蛋、咖啡、咖啡酒、芝士、牛奶、糖、咖啡豆，还有一些可可粉。哎，其实呢，我们这个提拉米苏啊，在意大利文的意思就是叫做带我走，带我走。我们现在第一步，先把鸡蛋的蛋白和蛋黄分开。这边呢，我们打蛋白。然后把蛋黄放到这一边，也不浪费，它会有它的用场啊。蛋白的这个碗一定要注意了，一定要干，没有油，没有水，不然的话一会儿就打不发了。我们把蛋白的这个碗加入一些糖，喂些糖，对，喂的就是让它打发的更容易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用的呢是电动的搅拌器，这样呢打起来就更发更快。如果您在家没有的话，一般的打蛋器都可以。可能多费会事儿，但是也是健康的运动。好了，很专业啊。哇，哎，很神奇啊。两个蛋清的打这么多。要用这个手工打的话，永远打不出来这种感觉哈、啊。好了，我们打。专业术语呢，他们叫硬性发泡。什么叫硬性发泡？给你演示一下。演示一下。就是放一根筷子。你看，就可以站住。对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它就已经有劲道。对，有阻力就可以了。好。然后这时候我们来加工这个蛋黄。里面添加一些糖。对，放一些糖。这个欧洲的甜品呢，真是那种啊。甜你没商量的、说甜就是甜啊、不是那种羞羞涩涩的甜，而这时候直来直去的甜加入奶油芝士，奶油芝士好，还搅拌一下，拿勺子先拌一下，不然打的时候就不容易发。还要打是吧？对，没错。来，我来给你搅拌。来，好，您看它这有点干，我再加入一些牛奶。对喽，不要加太多。我看看，来打一打。好了，现在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西餐呢，往往讲究这个视觉效果。实际上做起来呢，并不是很复杂。对，其实原料也很简单，而且市场上都买得到。对。这时候，再用这个。我们打到什么程度呢？打到蛋黄已经变成浅黄色，然后芝士已经完全化掉了就可以了。这种色泽呢，在我们这个西式饼屋里面经常能看到啊。对。原来是这样的，我们等于把西餐给它解密了啊。为的就是让大家吃到一些自制的甜点。一目了然。很好。好了，您看现在这蛋黄打得差不多了，也很劲道了。而且有一种一丝一丝的感觉。对，你看变成蛋黄色了。这种颜色太好了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把这个蛋白拌到蛋黄里边。
这时候拌呢千万不要用打蛋器和电动的、哦、这时候用轻轻的拌，不然这气孔就已经没有就塌了。哦，有滋有味的、啊、对，我们轻轻的有节奏拌匀。哦，这个没有什么比例吗？对，就是蛋白和蛋黄的比例很重要，其他的糖就可以根据你的口味，老年人可以少加一点糖。对对对对，根据口味啊。对，是我们把它放在一边、哦、我们大家用杯子，漂亮的杯子都可以、哦、食用的时候比较方便，而且如果说朋友来了吃起来比较方便。哦，一份一份的。对、嗯、这时候呢我们需要把这不会是酱油啊？您闻闻什么味道？对，咖啡叫浓咖啡。浓咖啡，嗯，这个时候还以为是料酒呢。我们现在呢，拌入一些，这个是巧克力酒。巧克力。如果家里没有这种巧克力酒呢，可以拌入去，比如说白兰地呀、啊，或者哪怕白酒都可以。有点酒香、嗯。对。这个酒香非常的浓烈，嗯，好极了，嗯。好了，这时候我们的工作就开始了。哦。我们把手指饼干拿过来。哦。你知道如？随意的，很随意的啊，可以用剩的饼干也可以。嗯，如果说家里买不到这种手指饼干、嗯、可以买那种海绵蛋糕，很软的那种蛋糕、哦、吸水力强的、哦、可以吸咖啡的就可以了。要用曲奇的话味道会更好吗？对，可以、哦、当然也可以哈、啊。吸入一些咖啡、嗯、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加入一层芝士糊。哦，要它有层次，一层一层的。哦，我们再来加一层，这是第二层饼干了。提拉米苏。最后一层也是芝士糊。芝士糊，哇。好了，我们这些主要的步骤就已经完成了。嗯、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放在冰箱的冷冻层，大概6到8小时就可以了。哦，它就凝结了。嗯、对。好，6到8小时以后，我们从冰箱里把我们的提拉米苏拿出来了。好，现在我们最后一步来装饰，非常关键的一步。如果说没有这一步，就不叫提拉米苏了。哦，我们是可可粉。哦，要厚厚的撒在上边。厚厚的。这样我们对，这时候我们装饰上咖啡豆。哦。啊，提拉米苏。提拉米苏连同我们的故事，连同我们的美味。我想此时此刻一定有人提拉米苏。你最好就鉴于这么热情，那么你把这杯我就不客气了。不是这个，对啊，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今天节目到此结束了。好的。